嗨，你好，很荣幸在这里向您介绍一下我自己。这是一个关于人类高质量辅助求我另一位人类高质量辅助的视频介绍。我姓管啊，叫管某人。我是光之国国籍亚特兰蒂斯人，在这里我需要给到一些您关于我的信息。我玩辅助呢一般玩的是牛魔，目前为止还算得上是峡谷里面高质量辅助的个体之一。那些质量比牛魔更高的辅助啊，基本上都上了半位，这辈子可能都出不来。所以呢，我这个牛魔是非常有潜力的。除了辅助这个兼职，我还从事中路、边路、打野三个行业，都是处于高风险高收益的领域。那么现在呢，我需要把我的优势给您说一下，以确保您认可我或者喜欢我。我能给您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呢？第一点呢，我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帮你开团打控制，让您有更好的输出空间。另外呢，我的身材也非常的结实，可以替你们扛非常多的伤害。虽然呢我没有怎么出过国，但是我的英格力系还是非常的维固的，也勉强能算得上是一个洋流。所以呢，我可以给您当保镖啊，当翻译都是可以的。当然啊，我的智商很高，肯定不止会一个英文，哦，大西瓜一红语也是小有造诣，像什么斯亚乐、特妹这些东西呢，也是信手拈来。还有什么韩国的阿西巴，都会那么一点点。而且呢，我的牛魔能力非常的强，不仅可以开团控人，还可以利用大招分割战场，让敌人无法有效的跟团。所以呢，我还可以给队友一些有效的战术上的支持，像什么战术预判、战术闪二顺控、战术封走位，还有战术开头，我都是可以的。我甚至可以戴上我的战术面具，但是怕给您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我就没有戴。而且我的牛魔呢，闪现控人这一方面非常的厉害，我的牛魔呢，进可攻退可守，保人这一方面也是非常的厉害，就算面临重重包围，我依旧可以逃出升天。敌人的伤害呢，打在我们身上如同虚设啊，基本上可以完全选择无视，甚至我还有这个心情发起嘲讽，还可以和队友打出无懈可击的配合。这里直接二技能撞过去，然后反手接一个大招，不要犹豫，果断的闪现过去控对面的后排。这波看似只控到了一个人，实则战场已经被我给分割开来，很轻松的带领队友获得了胜利。然后当然我们之间的交流和相处都是以那个互相尊重为前提下进行的啊。如果有跟我一样啊玩牛魔或者玩坦克辅助这一类玩得比较好的话，就可以跟我私聊交流一下。你就玩辅助，我就玩扁鹊啊，咱俩一起上大分。如果你不会玩硬辅，但是你想跟我一起双排上大分的话，那么我可以给予你一些帮助，教你玩会硬辅，然后达到我的预期，这样呢才能实现彼此之间的利益释放。如果说您认可我的话，你就可以稍微暗示一下，我会积极的回复您，并且尊重您，而且就是希望您可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只有一次机会就可以了。谢谢。另外呢，我们认识完了过后就可以去喝奶茶。